嗨，这里是 Dimin Studio， 我是大明。最近有好多人在问我关于这个 Suzuki 的三个系列的半音阶，就是 SCX 跟 Sirius 跟 Fabulous 的各种问题。好，那我想说，既然这么多人问，我们就直接拍成一个影片，来一次回答大家我这几年在使用这三款半音阶的心得。好，那既然都要拍影片呢，我想说把问题收集的更全面一些，所以到我拍影片之前，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影片的下方去留言，去讲一下你想要知道关于这三款口琴的任何问题。那如果我有知道，而且我有体验到的话，那我就可以一起回答给各位。OK， 拜拜。